王菲最近参加综艺节目担任演唱人，在即将播出的节目中竟然要跟周迅同台亮相，两个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，又拥有同一个旧爱李亚鹏，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，大家都相当好奇。周迅在2001年拍摄电视剧时跟剧中恋人李亚鹏假戏真做，但最后分手收场。2005年李亚鹏和王菲结婚，不料婚姻也在2013年画下句点，而两位昔日情敌首次同框。王菲也开玩笑的表示，我俩属于有生之年系列，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，大方的幽彼此一默。两个人也透露私下关系其实很好，周迅和王菲的女而窦靖童更是忘年之交，对这次的世纪同台，网友们也超级期待，也直呼这一定是非看不可的系列啊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